凶手。别说了，你们不是凶手，没有人会怪你们。住手，那些人还会再来，大家不能留在这里。这样也没有别的办法了。林大哥，这一切都是你想要的吗？李腾说知下无道，不以武犯禁，所以你为了心中的坚持选择了夜。
兄弟，我欣赏一会儿你的技能。很帅。分镇不知怎么回事，正打算前往邻近的道山村，你觉得如何？都听你的。